爱真的是无奇不有啊！麻将局啊，刚结束，某带华字的股票今天直接封上了10年板，封单超过了8万手，后面还有好几个带华的股票，也是收获了好几个板。熟悉的味道，熟悉的配方，有没有？但是咱也不能嘲笑，毕竟 A 股每天4000只绿的，华字被最起码贡献了一抹红色，还贡献了成交量，活跃了市场。现在但凡是红的就值得鼓励，不是实在没办法了吗？行情这么弱，又有风水大师出来喊话了，说 A 股连续2年缺金，可不是吗？这2年赚钱机会有目共睹，太缺金了，哪天跟金沾边的涨了，你也不要觉得很奇怪。最近基金经理啊也集体反思，上了热搜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被某董秘骂醒了，这2年很多基金凭实力把之前靠运气赚来的钱都亏回去了，那总得给基民们一个交代吧。之前能站出来反思的，比那些一走了之、闭嘴不谈的好多了，最起码态度还是有的。不过投资人更看重的是实际效果， A 股的投资者好话听太多了，更希望看到行动，你们说是不是呢？说到市场，现在唯一能看的还是上证50、沪深300，有神秘力量兜底的方向。我一个认购证年代入市的老股民朋友，这两天在说炒股几十年了，没有见过这样的市场。说实话，我也没有见过。今天要不是大金融护盘，盘面会相当难看。希望这样的非理性下跌会是最后一跌，不然这个春节也太难了。以上信息仅作为学习交流和知识分享之用，不作为投资建议。